给他答案问题。通常姐弟啊是很难搬的，还是兄弟？很难的。难搬的。大家给他试试看，因为低潮的时候也要克服。对呀。啊，是这样的吗？你要跨过去呀、啊。嗯。喂，加油啊！他也是很乖吗？打球打到喽、哦，要吵架了。对了，就吵架。两盘都是15-15，然后过后面一次过18万，心情不好，情绪啊控制不了、啊，对，要给他控制，很重要，有时候情绪很重要。那主要是给他学技术，因为现在还是技术多，对，力量全部不会上来了。对了，你要首先的东西是态度、年轻、性格、控制住啊，对，你的技术才用得到，对，不然你。下去打你就疯了，对。你学到的东西你用不出来啊，你浪费。对他情绪一定要，一定要克制。姐姐也是一样，姐姐技术不好，他技术不好，他有力量，所以的话很辛苦。脚步让他推到，推到半死了。他打球是手感的好嘞，还要他技术要好一点。好。好很多、哦，乖姐啊！急不急？弟弟急不急？83-84。左右好，不要只是被 hand 打了。好了。
14。好呀，15拿到完了，15两完。喂，奥聊的嘞。